是我的家，山下河水哗啦啦，山上有宝塔，有一种花儿种在我的家，生在黄土山坡坡，活在山洼洼。对，前面就是瓦窑堡了，这出了名的风沙大，晴天杨灰路，雨天是泥巴路。孩子们，咱们到家了！到家了，孩子们！快到家了，孩子们！程妈妈，我们是回延安的家了吗？不是，是新家，是我们的新家。来，孩子们，走。真够大的啊！啊，哎呦，还有个院子呢。是，真挺好的。这是原来的县衙啊，再加上老乡给你们腾出来的几间瓦房，凑合凑合，应该够住。那你们就先在这安顿下来，具体下一步怎么办，再等组织上的命令。这儿离我们驻地不远，有啥解决不了的，派人捎个信儿。听我们转告组织。孩子们一个都不少，都到了那里，请组织放心。好，老乡，真是谢谢了，给我们找了一个这么好的住处，还是大瓦房。应该的。我觉得差远了，咱们托儿所的窑洞是全延安最好的窑洞。对，素说的对，这咋的跟咱延安比的？风大半天沙，这吹的孩子眼睛都睁不开。看他俩一唱一和的，别人都插不上话了。那没啥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保重。六哥，吃个饭再走吧。六哥，你耳朵镶金边了？哪只耳朵听出来我们一唱一和了呀？你好不容易说句话，还要被你编排。人家赶路这么远，一口热水都没喝上，你呸你呸你呸！怪我干啥？行了，都别吵了啊，去把行李卸下来，安排孩子们吃饭。去去去，快收拾去。老乡，我看来的路上还有一些敌机啊，这里有遇到过轰炸吗？最近这飞机是常在天上转悠，但没整出大家动静。反正你们一听到拉警报，就赶紧藏好，基本上都没事儿。不过，咱有这么多娃娃，不能大意。飞机就会来炸咱吗？张琪琪说，飞机会把人炸死的。丑妈妈说了，不怕。为什么不怕？你们看见天上飞的鸟了吗？看见了。多吗？多。天上那么多只鸟，你们哪个人头上掉过鸟屎？没有。张琪琪，你头上掉过鸟屎吗？青娥，哎，你这亮床单可是太容易暴露目标了。万一要是飞机来了，你不是拿自己当靶子吗？啥靶子呀？晴空向日的，哪有什么飞机？飞机来了，快快带孩子们躲避！快快快！快带孩子们隐蔽！快快快！
懂啊，我妈去看一下。多远了？走，回屋看看。走，信吗？来。都安全吗，孩子们？有没有人受伤？没有，没有。大班的孩子都在，全都在，都在。闯妈在，闯妈在，不怕啊！中班跟小班的孩子全部安全，太好了。班长，您快去看看吧，老乡的骡子给炸死了。看着孩子。睡吧，好好睡吧，好好睡啊。丑妈，跟我出去转转。转什么呀？哎呀，找一个隐蔽的地方。这不像延安，延安至少有窑洞可以躲可以藏，这里一轰炸，没地方躲没地方藏，太危险。我就说这儿没延安好。走吧。这老乡家的窑洞根本住不下咱们这么多人，幸好刚刚炸死的是牲口，要万一炸到孩子，我想想都后怕。别急，这里不像延安，什么都是现成的。延安也不是现成的，哪样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给建出来的啊？楚所长，哎，六哥，叔叔，楚所长。我回去路上也遇到轰炸了，我就赶紧回来看看，怎么样，孩子们都没事吧？孩子们都安全，就是老乡家炸死了一头牲口。咱得马上找个隐蔽的地方，你俩跟我来。好。好。这个位置又不错，两边都有山，加上有沙窝子，隐蔽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里好，又背风，啊，山窝子又多，敌人的敌机白天来轰炸，我们就躲在这儿，晚上再回去睡觉。那做饭吃饭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些不重要，吃饭就将就着吧。现在隐蔽最重要，而且我们吃完饭还得迅速熄火，不能让敌人发现。对。这样，我回去跟沈元辉赶紧商量一下。啊，好吧。行，苏苏。那个，要没啥事儿，我也先走了。哎，你这就走了？啊。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吗？哦，对了，这个帮你改好了。申请书只是态度，关键还得看你的行动。你得多跟丑所长他们这样的老党员学习，知道吗？那我跟你学呀，你也是老党员。哎呀，苏苏同志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请你一切以革命任务为重，保证好孩子们的安全。是。你也保证好自己的安全。走了。你保重，六哥。
你也照顾好自己啊。白天躲进山里啊？等一下啊，你看啊，虽然瓦窑堡有个瓦窑洞，但是肯定装不下我们这么多人。今天我们三个去看了，山里边光秃秃的，敌人应该不会轰炸那儿，而且有很多山窝子，孩子们藏在里面会比较安全。白天躲到山里，晚上回来睡觉，想法挺好的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牲口都调走了。那么多小班的孩子，每天来回折腾，还要爬山路，这不现实。还有小班的孩子，那这样，咱们兵分两路。哥，拿去。谁啊？悠悠姐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不准告诉别人啊。什么事儿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然后就那样。别笑！我想让你帮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进入白天躲空袭、晚上回来睡觉的作息制度了。所有的保育员和孩子们分成两组，一组由沈元辉同志带领，小班和中班的孩子们和一部分保育员跟当地的干部躲防空洞。我呢，带着大班的孩子，我们进山里边，躲进山窝子里。那都哪些保育员跟你走？党员干部跟我走，平均一个党员要带四个孩子。啊？我就两只手，我咋带四个娃呀？四个娃，一个背着，一个抱着的，一手拎俩。宝珍，你到底听没听我说什么呀？你带大班的孩子，大班孩子用你背，用你抱啊？哦，就是就是，咱们非得进山里吗？这天气太冷了，把孩子冻着咋办啊？小桂枝说的对吗？你这样弄哈，把我们两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了。哎呀，罗叔，你说咱们现在是吃饭重要呀，还是咱们躲空袭重要呀？这孩子们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你们这饭是热乎的，谁还吃得上呀？好了，让你们提意见了吗？这是开会，一切安排都听丑所长的。你把名单念一下。姐，你还有棉裤吗？棉裤每个人就一条，都穿在身上了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。你这个小丫头，大家都在搬东西，你是不是又偷懒？对了，姐，你咋还不去开会？那是党员会，我开不了。一起搬东西啊，好的。所有人都记住了自己的孩子了，记住了。哎，那怎么没说我负责哪些孩子呢？你带他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也能带其他的孩子呀。我跟你一起进防空洞。曹先生，嘘，丽丽刚刚睡着了。等我们都牺牲了，他们就得到了。得到什么？得到解放。
所有的小朋友，你们听好了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做一个新的游戏。什么新的游戏呢？所有的小朋友，啊，丑妈妈会给你们分好班，啊，每个班都有自己的阿姨，我们跟着阿姨一起，我们分组比赛，看哪一组最先跑到树林子里的山窝子里，最先跑到的一组，丑妈妈要给奖励，要给小红花的，好吗？好。每次啊，飞机一来，我们就啊，使劲使劲的跑。丑妈妈，那不玩老鹰捉小鸡了吗？玩老鹰捉小鸡啊？哎，这个游戏就是老鹰捉小鸡，天上的飞机是老鹰，你们都是小鸡。我们呀，都是保护你们的鸡妈妈。老鹰一来，我们就要跟着鸡妈妈拼命的跑，最快的速度跑到山窝子里边。要是万一哪些小朋友跑不过去，没有来及跑到树林子里面怎么办呢？原地趴下，装成一只死了的小鸡。天上的飞机心想：哎呀，下面这个小鸡死了，就不好吃了，那我们就不吃它了，小鸡们就安全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走吧，小鸡们，我带你们去找各自阿姨，分配一下阿姨，认好各自的妈妈啊。丑妈，那名单我都看了，为什么上面没有我呀？你们飞党员跟沈所长到老乡家里面躲防空啊。我不，我要入党，我要跟你们一起进树林。天这么冷，小孩这么多，就你们几个人不行？你以为入党那么容易的呀？一点进步都没有，到现在还为一点小事跟宝珍拌嘴呢。我有进步啦。你看，入党申请书我早就写好了。我就想成为跟你一样的共产党人。曹先生现在怀着孕呢，肯定不能钻树林。老罗叔还要忙着准备全托儿所的伙食。在党员人手不够的情况下，我作为预备党员，请党考验我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，也不会给党丢脸。我考虑考虑。英娥姐，你干嘛呢？丑所长不是不让我跟大班孩子躲防空吗？看我去了，他还能赶我回来？那我也去，收拾东西走。立光，哦，那个嬷嬷呀，再盖个棉被，不是刚出国的嬷嬷吗？我到林子就凉了，娃娃咋吃吧？你放心了，我们跑上去啊。这狗日的白狗子，你可惜我的大炉子不？哎，想开点啊！我想我的炉子。路上打点心。我渴了啊。慢点啊！哦。孩子面哭，回头再吓着孩子。这样吧，我给大家唱个山歌。你别唱，你小心让飞机上的白狗子听见。你胆子咋这么小？飞机上的人能听见吗？山上的花朵红艳艳，山下的河水荡悠悠，天上的白云飘呀飘，地下的牛群进山沟。飞机都走了。
行，亮亮，来，找我，起来看看。飞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过来，咱们还是躲在这儿，这儿比较安全啊。晚上再回去睡觉。好，都听你的，丑司令。你喊我什么？丑司令。哎呀，我对这个称呼还是很满意的啊。你们别笑，我告诉你们，当年要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小鬼，我舍不得把你们丢下，我早上抗大了。我要是上了抗大，那好好学习，那就真的带兵打仗上前线，说不定丑妈妈现在就在天上开着飞机跟敌人一对一的轰炸呢。啊，那丑妈妈就真的是大英雄了。丑妈妈，您跟我们说过，赶紧工作不分高低，只是分工不同。对对对，革命工作不分高低，只是分工不同。丑妈妈检讨。想不想听丑妈妈讲打游击的故事啊？想。来，聚一块儿，丑妈妈给你们讲故事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丑所长，嗯，孩子们，饭烧好了，赶紧过来吃吧。好，好，好。来，来，来，我们先吃饭。吃完饭，丑妈妈讲故事。葫芦子，起来。来。谢谢叔叔。哎呀，好好好。来来来，来，给你一个。谢谢叔叔。好嘞。来，下一个，来，菠萝。好，陈叔叔。啊，只有馍馍没有菜啊。哎呀，菠萝，你先凑合着吃也多。等晚上回课，让卢雅雅给你炖羊肉汤。去去去去啊！来来，下一个去。啊，啊，去吧。给你个。谢谢孙叔叔。好嘞。来，给你。哦，好嘞。好嘞，好了。谢谢。好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吓着了？楠楠姐，你骗人！我骗你什么了？你不是说飞机下蛋就要鸟拉屎，一点也不像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打个比方还不成吗？快吃吧。胡宗南和刘刊的队伍已经把延安给包围了。你说，我们在这还要等多久呀？两位所长好。我是副连长同志的警卫员，这是副部长让我交给你们的信。目前形势紧张，你们暂时驻扎在瓦窑堡等待命令。根据可靠的情报，这段时日每天都会有国民党的侦察机在空中活动，时刻都有可能轰炸或者扫射，一定千方百计保护好孩子们。孩子们是未来，是希望，是我们党最宝贵的财富，也是我们革命的真正意义，切记，副连长。转告副连长同志，信我们收到了，会按照他嘱咐的去做，也请他自己多保重。是。这样，明天开始，躲轰炸的时候，把黑板带上，不能耽误孩子们的学习。现在看来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这个事情。
要做长久的打算。好，走。孩子们，跟我一起念：树林，树林；高山，高山；河流，河流；星星，星星。张希雨，你最喜欢哪个呀？太阳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太阳可以照亮大地和树木。好啦，下课休息啦。下课了啊！所有保育员都看好自己的孩子，别跑远了。曙光，曙光走了。张树叶，哎，我孩子，我坐着歇椅了。呀，这天冷，他们坐石头时候又拉肚子，这天你看看。可以啊，小龙同志，你现在是打心底里喜欢孩子了，哎，就跟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。张启宇、王远新、西蒙、小启宇、楚三，快。过来，试试试龙哥坐椅子了，坐舒服舒服，坐。来，张启宇，试试椅子行不行？坐坐。啊，来，舒服舒服。舒服。楚三，要跟小龙叔叔说什么呀？谢谢，谢谢。马夫孙叔叔，那这个蛋壳呢？我捡的，想要自己捡去。上哪儿捡？院子里可多了，都被马夫叔叔扫在墙角里藏着呢。我也有点冷。樱桃姐，哎，这里太冷了，我回去拿两床被子来吧。我去吧，正好。掉裤子，你看好孩子们啊！啊哈，你快去快回，行，你多注意啊。去求求你，你带我回去，我不会乱跑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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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带你回去，你别乱跑啊！来，小心。又咋了？郭阿姨，我在院子里找个东西，我不乱跑。行，那你听话，不准跑出院子。嗯，去吧。你们在这里的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孙叔叔，你能给我做个蛋糕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啊。等我给你们送完饭，我就给你做，好吧？那孙叔叔，你把蛋壳藏哪了？哎呀，你先回屋里等着呢，我一会儿给你熊去，好吧？快去快去快去，快！
球妈妈，你听。一定要照顾好孩子，看好孩子。所有的男同志，如果我不回来，听周桂枝的安排。是。万一敌机真的轰炸到这儿，实施第二番，都不回来。行。丑妈，注意安全。好。丑妈妈，
松叔叔是上天了吗？那松叔叔还能给我们做蛋糕吗？孙叔叔，我给你唱首歌。山上的花朵红艳艳，山下的河水荡悠悠，天上的白云飘呀飘，地下的牛群进山沟。咱们召集党员们开个会吧。好。怎么了？赵书记，沈所长，对不起，我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我不配当保育员，我走了。等等。报告，寇婴儿每次遇到空袭或者听到警报，都会尿裤子。裤子尿湿了，没得换。这么冷的天，他只穿了一条单裤子。他不想让你们知道，所以你别说了，我是胆小鬼，我没出息。好了，先别哭了，我给他拿条棉裤去。莹儿，周书记，我太丢人了，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老尿裤子。尿裤子怕什么呀？我第一次啊见到死人的时候，我直接吓晕过去了。我觉得我不配当保育员，我不够勇敢。谁说你不够勇敢？搭了一个床单没收，他发现这个羊洞，这就等于有人，飞机就围着这儿就开始，哒哒哒，飞机一来我就钻在那个门洞底下，哒哒哒，一大子弹呢，结果呢，啪啦啪啦掉了很多弹壳。我们小孩那个时候专找叔叔们要这个弹壳，三八枪那么点小子弹壳，都得不到，一下掉这么多大弹壳，还带套，哎呀，我这高兴，我一捡还烫手呢，结果我这一捡暴露目标，一打我一跑，看着院子里有小孩。他绕一个弯回来就一打，我赶快又缩起来。他在绕了几个圈以后啊，山上发现不对头，怎么老围着咱们驻地打呀？一清点孩子少了一个，啊，那个马一赶，他马一是管我的，噔噔的从山上跑下来了，见着我飞机打呢，他趁飞机绕弯的拉着我就跑。飞机轰炸的时候，你带带人家孩子，你自个儿死也不能。那这是这儿孩子你也照顾，这是你的工作，这是你的命。当时好像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每一个阿姨啊，每个保育员要分管几个孩子在路上。当时好像他们就说，如果哪个阿姨牺牲了，就活着的人一定要把这些孩子，也要分管起来，要主动的承担起来。唱支山歌给大。我把当来比母亲，母亲只剩了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心。唱支山。